你看这个吊坠老是晃来晃去，怎么办呢？这是一个弥勒佛，我还给它配了一个扣，你看很漂亮的小扣。请佛就要找肚子大的，为什么呢？肚大能容天下事。现在我用红绳把它穿起来，准备挂在脖子上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看这个，它还是会晃来晃去，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做一个结，把这个佛固定住。有小伙伴知道这个是什么结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你看，固定好了，它再也不会晃来晃去了。绳尾我们再给它做一个活动扣，方便我们取带的时候可以调节绳子的长度。一个完整的吊坠绳就做好了，最后记得用火机把那个绳头固定一下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